行政院长赖清德连忙赶到嘉义，一起来参加点灯的仪式。不过上台支持的时候，却是不断的猛亏嘉义县长张花冠，笑称他为了宣传博版面，竟然还不惜让自己的脚受伤。那么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本来我也想一下车就慰问他说啊，张县长脚有没有怎么样？可是呢，我刚刚看到他跟台湾黑熊跳舞啊，我就在想说，他为了要宣传哈，不惜让自己的脚受伤了哈。我们今天也跑了一整天，但新闻呢就没有这个新闻要来得强。好的，可以听到呢，行政院长赖清德就开玩笑的抱怨说，自己的新闻版面怎么都比不上张花冠的脚。不过仔细看看，张花冠的右脚脚踝确实是包裹着纱布，甚至还只穿着一双夹脚拖就到场来参加昨天晚上进行的灯会启灯活动。他表示呢，因为这一次的灯区太大了。巡视会场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脚，才会不得已穿上拖鞋来跑行程。不过嘉义县长张花冠，他最近几次的宣传都频频的登上新闻的版面。